这个街景呢，是澳门的一个地方叫塔什广场。广场在这个画面的左面，没有画进去。这个是2023年的圣诞节前后。这个地方呢，离开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近的。我主要想表现的是有一辆车，正开到人行道的斑马线的附近，停在那里。那么左右两面都有行人准备过马路。这就是澳门经常可以在街边看到的情景。现在我在画的右面的这一部分的建筑物呢，是政府的一个机构，它主要的呢是黄色和红色。那么，因为圣诞节的关系呢，它搭了一个牌楼。就是现在我画的，上面挂的一个 logo，就是上面有一个绿色的蝴蝶结，然后是上面有几个字，好像是“圣诞快乐”。前景呢，就是黄色的斜线，这个交通标志呢，这个地方不能停车的，一定要通过。现在画的是背景的建筑物，好，马上就可以完成了。